1月2号，又有网友爆料，在香港嘉年华及尖沙咀偶遇奚梦瑶、何猷君，两人分别与网友合照，但并未被拍到同框，但行程相当一致。照片中两人同穿深色系休闲服，合照时都露出了甜蜜的微笑。此前12月30号，就有网友发微博称，在日本偶遇奚梦瑶、何猷君同行，并晒出两人的背景同框照片及何猷君的合照。2017年11月，奚梦瑶就被爆出在澳门陪同何猷君疗伤。据现场网友透露，二人是共同录制某节目，如今两人再度同框被拍，新年初就是满满的狗粮呢。芒果新闻，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哦，报道。